ladies and 乡亲们，前面的视频是不是看得非常过瘾？是不是在看过之后你有一个疑问？那一大坨金属块啊和中间的那一部分为什么不拆开来？实际上呢，这个部分是一个整体，而且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部件，就是激光发射器，还有整个这个投影的镜头。如果说把它单独再拆解开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儿，而且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工具，包括我们目前的这种技术和手法，实际上是很难拆开的。就算拆开了，这个东西就彻底的废了。所以呢，后面就请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拆解的这些详细的细节照片，还有就是，看看我能不能装回去。